点钟啦，要瞓觉噶啦，听朝要翻学噶。得啦，妈咪，我做完功课就会瞓噶啦。哎呀，乜咁夜啊？死啦，仲有咁多功课未做，点算呢？唉，如果可以将时间拉长，甚至将时间停留落嚟就好啦。小朋友，我就是时间老人啦。时间伯伯，你嚟得真系啱啦，我啱啱有件事想求你噶。你唔使讲啦，你需要知道，如果将时间拉长或者将时间停顿落嚟，系冇可能噶。人类好早就知道时间嘅宝贵，所以佢哋设计咗各式各样嘅计时器嚟量度时间噶。各位同学，在大埔这里有一个日规，日规是什么来的呢？它是用来量度时间的，当太阳升起横过天空再落回去，日规的影子就会跟着太阳而会在不同的位置。现在日规的影子在这里，由这里可以看到大概是下午12点至1点之间。如果日规的影子在这里，就是下午2点了。在未有时钟之前，人类就是由日规到知道时间的了。其实人类为了量度时间都花了不少心思的噃。上古的人类都是靠太阳的位置而知道一日过了多少时间的。喂，仲瞓？太阳升到上树顶啦，去打猎啦。睇过？系喎，喂，走啊走啊。哦。古埃及人曾经利用过一啲好高嘅石柱，由石柱影子嘅位置知道时间。后来他们还设计了一些这样的日规，利用这支横杆的影子的位置来表示时间。这种圆形日规也是古代西方人用过的，它有个竖起的三角形，由这条边的影子的位置就知道时间了。在中国亦有人使用过类似的日规的。古代的法国人是曾经用过这种日规来计时的。在每日的中午时分，这块镜片就会将太阳的热力集中，点着这门炮仔，它就会砰一声向人报时的了。在刚才所讲的量度时间的工具，在阴天和雨天就没用的了。古希腊人设计的这种水钟就不同了，只要看看流入下面那个缸的水的高度，就知道是一日的什么时间。这种计时器日夜都用得的。这个是中国古代的铜壶滴漏，啲水系由上边嘅铜壶慢慢咁滴入第二个铜壶、第三个铜壶、
第四个铜壶，在最下面这个铜壶浮住一把尺，看看这个公仔的手指指住的刻度，就可以知道时间了。古时的西方人用过的计时器还有沙漏。同埋呢啲有刻度嘅蜡烛添。呢种龙舟型闹钟亦系喺我哋中国使用过噶。佢系利用一支烧着嘅香嚟计时嘅。呢度每相隔两条绳仔嘅距离系相等噶。当支香烧到呢度每条绳仔嘅时候，就会将条绳仔烧断，咁两个波仔就会跌落下面嘅金属盘度，发出当一声嚟报时噶啦。古人好珍惜时间，佢哋使用唔同嘅方法嚟到量度时间。其实喺日常生活里边，小朋友玩游戏嘅时候，佢哋用数数嘅方法都可以用嚟量度时间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玩咩啊？不如玩捉蝴蝶啊！唔好，玩卜哩哩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啊，嗱，猜书个做啊！好啊，好！一、二、三，你两个猜。一、二、三，嘿！喂，你做啦，你做啊！做咪做咯！仲有啊，你要记住，要数五下先至好嚟揾我哋嘅。知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得未？喂，数咁快点得啊？我匿都匿唔切啊！数慢啲啦，我点够时间匿啊？知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咦，匿晒边呢？不过用数数嘅方法同埋上面所讲嘅计时器嚟到量度时间，都系唔够准确。经过不断嘅努力，人类终于发明了钟表来到量度时间，还采用标准的时间单位时、分和秒。一日有二十四小时，一小时有六十分。一日有二十四小时，一小时有六十分。时同埋分呢两个单位，大家都会好熟悉啦。咁秒呢个时间单位同埋分呢个时间单位嘅关系又系点呢？秒针啊，等我话俾你听啦。六十秒系等于一分钟。如果用翻呢个钟表示，而家系下午三时正。我行一小格，就表示时间过咗一秒。我行足一个圈，六十小格，就表示时间过咗六十秒。亦即系一分钟。分针就会同时行咗一小格，而时针就只系同时行咗一小格嘅些少啫。而家所表示嘅时间是下午三时一分，
各位小朋友，你哋明白未啊？由于科技进步，而家嘅钟表同以前嘅比较，无论系款式同埋准确程度方面，都有好大嘅差别。以前嘅钟表系需要上链先行嘅，不过而家嘅钟表多数都系用石英推动噶。呢啲挂墙钟、座台钟、呢啲手表都系用石英推动噶。呢啲石英推动嘅钟表虽然可以悭翻唔使日日上链，但系都要每隔相当时间更换电池至得噶。呢啲系靠光能推动嘅跳字表，唔使用电池噶。呢个系音乐挂墙钟，佢奏出嘅音乐系咪好好听呢？呢个会旋转嘅音乐钟得唔得意啊？呢一个时钟当报时嘅时候系会有动物表演噶。呢个时钟报时嘅时候系会有仙女同埋雀仔出嚟演奏音乐噶，系咪好得意呢？呢啲米奇老鼠标靓唔靓啊？下昼三点，香港电台而家接新闻简报。你哋知唔知道香港电台系根据边个钟嚟报时嘅呢？原来系根据皇家香港天文台呢个色原子钟嚟报时噶。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准确的一种时钟，都是用电力推动的。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为特别需要而设计的钟表呢？这个就是足球比赛计时用的钟了。在一场足球比赛里面，由于规定每半场是打45分钟的，所以足球场所用的钟用一支分针就够了。嗱，而家半场打完啦，呢一个是每日叫我哋起身翻学的闹钟。安装有时间制的微波炉，时间到就会通知我哋。你哋谂下，喺我哋嘅周围，仲有边一啲电器用品系装咗时钟喺里边嘅呢？呢一个系秒表，只要我揿一下掣，支秒针就会开始计时。古人话分秒必争，即是叫我们珍惜时间。你估在一秒钟里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？你好吗？用普通的速度讲你好吗三个字就刚刚可以一秒了。你们有没有量度过唱一首生日歌要多久时间呢？大约要13秒的时间，不如你们都量度一下，你们唱这一首生日歌要多久时间呢？